姐姐告诉我在哪边，到底在哪个位置，在我前方离多少米啊，或者多高啊、短啊什么，多大啊那些东西。然后摸到的就是一个手摸着那个东西，然后一个手调整那个相机。扇翅膀，然后飞，往哪个地方飞，然后就是它在多高的也能听出来，然后就调整那个，就尽量对准它，然后一般都能拍到。就用慢速度，一边拍一边旋转，所以这个呢是比较高超的技术。作为盲童来讲的话，他有这么轻，有这么心那么细，而且呢，不采用这种技术，还是不太多见。